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然后呢，今天是要记录我分手后的一日 vlog。其实呢，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拍我的一日 vlog。只是你们也知道嘛，游戏实况组的一日 vlog 可以长怎样？打游戏、剪游戏、晚上陪女朋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现在没有女朋友了，所以时间变得很多。那我就想说，现在的生活跟我以前的生活差蛮多的，好像可以把它记录下来。因为呢，上个礼拜真的是心情太差了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拍不出来。然后这个礼拜的话稍微好一点，所以呢好像就可以做一点以前都不会干的事情。然后我现在要先去领我的货，因为呢你们也知道，心情差就是花钱就会开心。到了我家附近的电道店 ，OK， 我看到了，它里面说不能拍照，所以呢。等等，从那边领完货，再回家给大家看吧。好啦，现在就要骑我的车去台北啦，去台北买衣服，好久没买衣服了。好啦，要出发啦，现在已经下午5点了，我5点才起床啊，这就是我的一天，各位。而且我镜子好脏哦。分手几乎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的课题。学校教给我们很多，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要怎么样分开，要怎么样好好放下一个人。越是长大，越会发现，人生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说再见。真的是某些人的出现，只是为了陪你走一段短暂又美好的时光。曾经再好的关系，也有一天会形同陌路。这两个礼拜下来，老实说真的蛮累的。一直到今天，我才告诉自己一定要振作一点。本来每件事情就不一定能如我们所愿，只要尽全力去付出过就好。OK， 各位，我骑了超久了，骑了大概40分钟，终于到了。然后平常呢都是骑我的 Jet， 平常不骑挡车，因为挡车在台北真的是没办法停车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到的这个地方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卖场，然后里面衣服我蛮喜欢的，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就是直接来现场看。看能买什么我喜欢的东西哦，看起来就是这间 K2。干，我机车都直接要塞不下了，干，这样怎么带回去？太划算了啦！我这样里面有外套、毛衣什么的，干，只要500。OK，K2 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，我觉得这间店很棒。耶，各位早安，现在的时间3点，现在已经3点了，现在才起床。耶、yeah, ，起床了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房间的海报，2014年的 NBA All Star Game。我是一个资深 NBA 迷，欢迎大家来跟我讨论 NBA 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起床第一件事情，先去找小秤。小秤，小秤有时候会被我妈关在楼下。天哪，我家有点乱，大家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反正你们又不是我女朋友。小秤，看一下他躲在那里，好可爱哦！小秤，你刚不是想出来？晨晨来了，伸懒腰，好可爱。小秤，走，上楼喂你吃东西。Go！ 走，来坐下。晨晨，你坐下。哎，给力一点呐、啊，兄弟。现在是拍摄，现在是录制啊，兄弟，坐下，小陈坐下，好，握手，
哇，你好乖哦！换手，换手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个是拜托，小灿。好了，我们不勉强他，他已经很棒了，对不对，灿灿？大家好久没看到你了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个嗨啊？你上一次跟大家见面是小时候哎。我通常是给他一匙半。灿灿，好了，那他就吃他的东西，我们就忙我们的。好了，我就随便开开吧。我觉得这种一日 vlog 应该是不用太正式。买三个东西，先拆第一个。第一个是皮带啦，因为我活到今年已经二十几岁，但我都没有皮带。我想说有个皮带好像可以让自己穿得成熟一点。虽然成熟重点好像不是穿搭，但是穿搭也很重要了。这个是 CK 的香水，然后我之前就有，只是因为我的用完了，所以我就再买了一罐，因为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 CK One 也没有很贵，好像差不多1000块左右吧。最后一个是今天的重头戏啊，是我最期待的东西。看它这么大，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？猜出来了，各位，是我的 Air Force One。我一次买两双，真的很爽。白色的，哇操，啊、哦，太舒服了这个味道。然后这一双是浅蓝色的变形虫，我喜欢。OK， 我觉得买鞋是让我最快乐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先出门去体检，然后拍大头贴，因为我要去考重机驾照。好啦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然后。拍的东西不是每次都要把那个刘海撩起来吗？我撩起来的时候超像智障的。OK， 我的照片出来了。Fuck， 超丑！天哪、啊，不要给你们看。我每次拍这种证件照都超丑的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是因为我长得太丑吗？还是这个的问题？今天也是骑我的宝贝 Jet， 我爱它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是前面。以前我考机车驾照的时候也是在这边体检。OK， 各位，完成我的体检啦！我猜应该很多观众不知道体检要干嘛，反正就是测你的视力，测你是不是色盲，然后测你能不能跑、能不能跳、能不能蹲，基本上就跟你在学校健康检查差不多啦，差不多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去五股的驾训班报到交钱，然后对，然后就等上课。因为芝玲她家里住在中和，然后住在芦洲，然后那个时候原本还想说，等我拿到红牌之后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到她家，因为可以骑高架。结果现在。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，然后我朋友说他晚上来找我，所以可能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找我朋友吃个东西聊个天吧。我的好了吗？好了。谢谢。我在录我的 vlog 哎、欸，啥？我在录我的 vlog 哎、欸，我今天有录一个 vlog 哎、欸，去哪里？没有，就是简简单单的拍一个，有没有？分手后的 vlog。我说明天不是假日啊，明天不是假日，来这么多是啥？超来吃。